一年啊，12月24啊，这个老师开始叫做无净心啊。啊，像这个无净心啊，很多人也听不懂啊。像我们人大给大众讲，时间非常短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啊能够认识佛法，啊，知道我们呢、啊。从哪里来，要从哪里回去啊？现在大部分的人呢、啊，可以讲啊，来出世啊，茫然，走掉不懂，啊，所以啊，现在可以讲，孤魂野鬼非常多啊，就要在灵界来讲啊，这个灵界非常满啊，所以看这个天无限广啊，连天际啊，入虚空啊。以幻之际啊，以无碍，以无边，啊，此心当要如是般，任何一方啊，皆无尽。这个就是人呐、啊，以后死掉去哪里？天边海角啊，没人懂。像我们啊，学佛给大众讲很重要，认识自己啦，啊，一路怎么走？啊，又去哪里呀、啊？像我们现在常常给大众讲，啊，佛法浩瀚在移民呢、啊，啊，移民哪里？移民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移民是条件，大家一定要懂。这个条件你要纯净纯善，一般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上人聚会一处，啊，什么都看好，什么都想好，啊，给大众讲你在人道，这就能一帆风顺。所以老师在讲啊，天边无光，连天际入虚空都是重点。一方之际啊，啊，以无碍，以无边，啊，以心当要如是般，任何一方亦无尽。所以给大众讲，心要改哦。像我们现在来教导众人来讲，就改心了、啊。啊，像人道的身体是假，它是借用的。啊，越执着这个身体啊，对自己的伤害越大。说孩子们，有形的啊躯体啊，以无边的虚空中为虚空中一份子。大家听不懂，就像我们现在有身体，人死掉，这身体没有了，灵就出来了。那看你的心量大小，啊，心量大到西方。心量小，啊，做尘土，像大地都是灵的嘞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听经很重要哦，啊，听经怎么重要？救自己啊，不然人道没路的嘞。啊，人就是生了，不然就病了，就死了。那去哪里呀、啊？没人知道。所谓虚空的一份子啊，躯体与虚空中虽然如此微小啊，但含藏内无尽心修的见性法，就是他的东西都居住，只是没有开花。像就好像我们来出世，孩子很重要啊，孩子出去了，父母有学佛啊，也知道这个因果道理，孩子可以转得来。啊，转得怎么好？啊，能够尽兴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只要现在的孩子，你看看我们黄文义祖，大家看他，啊，父母没教，孩子就完了。现在社会很严重的，没人懂。现在小孩子身体给人家借用都很正常，也不懂啊，贪玩啊，想啊，啊，就进入空间的来。再不是佛法没有人啊，没有人开导的来。所以啊，切可无限于虚空中自由来去西方极乐世界，灵性啊。像我们也给大众相关大佛所修的灵敏觉知啦，
啊，你越灵敏越灵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那你就是见性了。所以我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这样就像我坐在这里还在发挥，东正进来我都知道了。看我们的比丘尼啊，你叫他写，他能跟他收信息的，这个世界第一的。你看全世界的寺庙没有这样的来。所以我们每天在超度啊，说天开一方啊，相问大佛寺啊，想相问到不得了，不得了在哪里呢？我佛南无阿弥陀在这里啊，西方阿弥陀佛与相关。所以啊，人家可以坐八小时，我们要十六小时，又活在啊。啊，活在救人呢，我们也积极在救人呢。所以虚空中的啊，星体前来佛寺求西方啊，能量。像我给大众讲能量啊，你们可能啊不懂。像我们啊人道来讲，睡觉很正常啊，我睡到明天中午也正常。睡了两天不要起来正常，佛法不是的啊，佛法睡眠越来越少是能量啊，没人懂，而且细胞不老，像人体来讲啊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不是老了就是呆了啊，老人能力就不行，那不是佛法。真正的佛法停止细胞衰老，很重要的嘞。说天开一方啊，相问大佛寺，西方阿弥陀佛与相观，虚空中的星体啊，前来佛寺求西方的能量，啊，经由此无尽之心的化身而能等。像我在超度啊，从第一重天。啊，冲到第十啊十重天，啊，再往啊银河系，啊宇宙银河系，往前面迈进的嘞。像讲这个，人家听我讲是天王夜谭，哈、啊，不晓得我们的灵啊，啊，速度很快哟、哦。没人懂。啊，说无尽心啊，啊，蕴藏着无量慈悲智慧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跟着佛也跟佛脚步走，啊，佛在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一旁风顺的嘞。像现在你、啊、看到大地，我们红很多啊，啊，不管大地、山河大地。像今天啊，特摩就讲了，魔啊，原来都压在这大地，看什么因果啦？像我给魔界这样，魔界根本就没有路了，魔界是灵，啊，我们是有身体，我们这有身体，大部分是十殿阎王，它是往下走，啊，这魔众来讲，啊，你看灵性啊，他以为造业。啊，不用付出因果要的嘞。因果要付哦，而且都是大地。像我给魔众讲，啊，苏师姐讲的话你不听，你去看大地都是不魔众，要的两个眼睛都凸出来，啊，嘴巴开的时候还出来，真的，我不骗你啊。眼睛开了你就看得见啊，没有人懂的。这样也给这个啊，这个地球啊，跟着这个宇宙银河系来讲啊，都是宇宙准则的。像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教育，
教育很重要的啊。那这为什么教育？就你的灵啊，你只要灵敏觉知，你身体不老，没人懂，而且精神好啊，即啊无边包容心量心啊，与有尽的体啊，这身体啊，啊有尽体就时间有限了 啊心体合一。所以我们现在教人都是感心的，心很重要。像你看看佛站的在干什么，在救人呢。像无量寿经，你看的都是在救人的呗。啊，所以学佛把自己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彻底的改掉，啊，而开创出一种救世度中啊众生的生命力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们人体啊，它是一个因果。假如你帮助人开悟，你自己就是开悟。假如你令法啊，知道不给人家讲，那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本来开悟的东西就消失掉了。因果很可怕的嘞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净土的教育很重要啊。像我们净土的教育啊，很多人不懂啊，就这个身体不老化了，所以净化身心，教化身心之自己啊，完全是这颗心的啦。没有人懂啊，所以教化啊，给大众说，教化身心之自己，孩子，自当解道明悟啊，是自知。自行啊，自自悟能明白真实之相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主要在进化啊，你要越进化越进化，六根皆是六尘啊，很明像修行很重要。像我们在学校的教育啊，啊，是为社会，像净土教育啊，啊，能找回自己，没人懂，主要改这个心呢。啊，你越进化越进化，你身体越好，你越没有污染啊，晶莹剔透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没人懂。像我学佛到现在三十几年，法喜充满，每天啊陶醉在南无阿弥陀的佛号里，很快乐的嘞，开智慧啊，自己的生命啊进化再进化啊。为什么要进化？就救世啊，啊，能够救一个算一个。像给全世界人讲，我们没路了，只有这条路啊，这条路自己要奋发，拜佛念佛，净化自己，找回自己，可以的。没有人懂啊，法门很重要。想想学净土很开心，干净利落啊，一点负担都没有啊，很重要。而且每天呢、啊、开智慧，花起通了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好好的修行救自己啊，没有救别人、啊。说无在于世中啊，迷茫。其实世间年轻人看啊，为了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大了。啊，尤其感情哦，只要你有感情，你不能处理六道轮回的了。
很多人不懂。像我们学净土，它就是净化。啊，主要找回自信。像我们讲自信啊，很多人也不能做主。像人大来讲，啊，自己也不能做主啊。很多忧郁遭遇的来。像现在大陆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打电话来，啊，在问，啊，这个很多事情。家里出问题呢，还是念佛问题？啊，华西问我，我说佛是大众的，只要他问都可以回答。问佛说无在啊，与失踪啊，迷与茫，啊，是知净土真性，啊，自信之自己。像我们给大众讲净土真性，它是零污染，在空间都是开的嘞。不像我们呢，啊，眼睛蒙蒙看不见。都看得见的来，这叫无眼圆明啊，这叫净土啦。像我们啊，人一走就知道是什么病，骗不了人的来。啊，像医生还用仪器，我们不用。啊，看你走路就知道你毛病在哪里呀、啊，这是找回自信了、啊。这叫净土的教育啦！啊，像我们找这种容易，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修行啊，能够得力就是放下了。假如说你放不下，你想修行很难，放下很重要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你不放下没路。像你们现在房屋很多。啊，一个家庭这么多，这样房屋，啊，带去西方的你没看到，都是独生独息、独死独来的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。像我，啊，像我大伯子福报很大，每个人都跟佛，所以净土教育才会自信内心。这个自信内心可能大家听不懂，啊，什么问题要问自己，就能解决的。像我们呢，用心来改，像这个身体的习惯不要，啊，身体的感觉也不要了，因为在身体界里用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像我们现在你看，人到。啊，拜着这身体，为这身体付出的代价，他不晓得我们啊，真正的灵啊，主灵啊，这个给大众讲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嘞，没人懂。啊，给世界迷惑了，很可怜的啦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我们今天修行来讲，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，不要一天过一天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像我时间很宝贵哦，我有一空我就超度，我随时可以超度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就是世人身心之苦啊。像我们的人道要将心比心的、啊，像我们相关的全世界第一，啊，都在栽培人才，人很苦的嘞，来我们这里就不苦了，人找回自己本能。净化净化啊，身体啊不生病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身体污染，每个人都病了，事情很严重的。现在、啊、看到的孩子污染，心很不舍得，
那好不好救？要救，很严重的。啊，有的小孩子啊，主力也被踢走了，很多，就是个性啊，把自己给害死了。像我们现在比丘比丘尼啊，以后是大导师哦，啊，帮人破迷开悟，行生命之真实。像现在人的生命呢不真实啊，也不能做主，所以啊，须注意生命之意啊，净土教育，自信自己，啊，是指净土真心。像我们给大家修行，不是迷信的来，它是找回自己本能，每个人都可以。你看，越进化越进化，越找回自己本能，很棒的嘞。而且法喜充满，快乐不得了啊！所以啊，解救世人身心之苦啊，净土教育非常重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五第二次老师讲心平啊，修行来讲，心平很重要啊。现在你每天呢无事，心都很平啊，只要你修行能静心的，这个心平啊，很多人也听不懂，看好了啊，人家看不好你看好，像人道给大众讲，早一点修行不老啊，你不修行附体多啊，越来越老，很多的嘞。像你没来我们贵宝地不同，贵宝地看我们都在情中，都在身体情出来的嘞，没人懂啊。所以心平不分年龄啊，不分对象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。你说心平对谁啊？对你啊，帮助你啊，只要你心不平就输了啊。所以义务啊，请重视啊，这个众生当请求之事啊，这个大家可能听不懂，义务请重视众生常请求之事，心平无破事。像现在众生讲起来都很难听，还有我们过去是怎么这么凄惨也不懂，现在这一次这么单纯，然后在过去这么凄惨啊，像我们身体反应就知道要忏悔啊，这样心不动了，众生就没有了。我也给你们讲了好多次，可是你们都做不到，没心不动，不生病的啊，我们一定要动啊，这生不动，生鱼都在动，那就输掉了了。像现在这么多人生病的啊，佛法教育很棒的，只要你心平，修行能尽兴的。像我们也给大家学佛法，就是救自己，没有救别人啊，知道这宇宙真相，诸法实相，知道那里，像你静下来，每个人问题啊了如如掌的，好不好解决？好，非常好解决啊，佛法很棒的嘞，教我们啊成长，教我们开悟。像现在
佛是法界众生啊。你看一个地球，不要讲说宇宙，一个地球这么大，啊，人死了再来一道，他马上给你牵上来。这个功夫你不学就太可惜了，真的。像我们人到从我懂事到现在，啊，七十几年了，可以讲说人啊，这个身体会死，灵性不死，没有人知道，现在都打开了。啊，自己也要清楚，灵性不死啊，所以才有冤亲债主啊。就好像人家被你害了，啊，也跟大众讲，就在那个空间。比如讲我们的年代，啊，人家1911年，啊，被你害了，啊，你这1911年空间都在的，才知道古代啊这么多空间，很多的嘞。这不是我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啊，那我们学佛学心平啊，叫你平啊，不起波。啊，众生不会苏醒。像现在人大部分啊，可以讲这个性都很强，不晓得个性一强，众生都苏醒了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没人懂。像我们的身体啊，流汗啊，你看味道不一样的嘞。身体重力很多的嘞，假如你有感觉啊，也见性啊，大部分闻到很多味道。没人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心病不分年龄，不分对象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啊，意为请众时啊，众生常请求之时啊，这个请出来啊，知道忏悔改，不晓得这么严重的嘞。想看你们啊，没有能量，不能做主啊，一下就进空间的嘞。哦，这事情很可怕，这不能开车也没路了，一下就进空间，一反就进空间，那怎么能开车？不行的嘞。现在很多小孩很多，很严重，啊，孩子都出问题了，所以也能够带孩子学佛，啊，认识佛法，找回自己可以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啊，啊，这个修行就治这个身体了。啊，我们讲这身体有50兆细胞，只要你心能够主宰，它50兆细胞是不会动的。假设你心里有贪嗔痴慢，七情五欲，哇，那这心情身就完蛋了，它开始污染了，很严重哦。非常严重的嘞，像我们今天呢，跟着佛啊，心要定，啊，只是真理啊，道德好的遵守，这条路很好走，啊，能一帆风顺的嘞，而且呢，每天给你提升，啊，怜悯觉知，这不得了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定则不受环境变化而改变。阿弥陀佛佛，阿弥陀佛号，不离心，啊，任灵心平。这句话你们要听哦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啊，只要静下来都要念佛。像我给他，这不是迷信，
现在给大众现在负题很多，很可怕的。像我们的身体好处就众生进来就知道，都是求排位的嘞。但今天在问佛，我就讲说，那华裔这排位要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这你也听经了，主要也有听经啊，听经啊，众生也比较出来。我没有讲众生他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也叫他出来一下，出来也就不干扰。像每个人都很多的嘞，所以给他越纯净存在，对你帮助越大。其实修行很简单，就是看好、想好，很多人都做不到，要做到。所以心明则安了啊！由于经过了大风大浪，能够体会出心平的可贵。人体啊。要看了、啊、见仁见智啊。假如你真的学佛的人呢、啊、他心是不动的了。不管人家讲好讲坏都是好。都能接纳，路很长的嘞。像你们现在都很年轻啊。啊，假如人家一句话你都不能接纳，我靠。你不能成就。也不能见习。认懂。啊，心平啊，则静是一种自然的涵养。像我们学净土很重要。啊，学净土跟人家相处，人家讲话你懂了一书了。啊，表示我还在修。呵呵啊，修到人家讲的不动，像人到来也不动的啊。啊，人到来讲话刺激你，现在人到。给大众讲很多，主要是我们自己修行要有雅量的，所以讲的都好，没有一个人不好啊。所以明言明见言轻视啊，不动息不动路啊，你能够不动息不动路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见性很快。现在人与人相处，不然与人与相处，啊有隔阂，啊你就输掉喽。人道生理是假的，谁要去搞这个东西啊？累死人了。尽量去做，做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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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修行，第一个不造业，那不造业怎么下手？身不动，啊，这心也不动，走到哪里都好，啊，走到哪里就看好。你要见性很快的嘞，像给大众讲，学净土你不见性，这太可惜了。阿赖见性容易，很容易。现在就是克服你的身体了，不要我这身体啊，我有自己主观，我自己的想法，那个是世间法，佛法没有这东西的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啊，心平则安定了，而后入无念，无念很重要，一有念头，业报就现前。划不来的嘞，没有人懂啊。像我们现在修行的呢，啊，这个老师在教育厅，做什么事情啊？做无做无做做做。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心不能动。啊，假如你心平，然后恭喜你啊，你有进展。像现在人来讲啊，身体啊，
欲望高那是不对的，身体是借我们用的啊，我们用着身体找回自己本能，每个人都可以的。啊，给大众讲哦，这个身体很可贵哦。啊，你越给他净化，给他净化。啊，这眼睛啊，无缘于命，像我们给大众讲，看到身体，它是 S 本眼的嘞，不用离弃的。像我在找一些资料啊，像你们也可以自己找啊，比如你国中还是啊高中，到现在你出社会，变形都看得出来的。像今天啊，我们就拿一个照片给我看，我说这个人已经不是自己了，看得见的。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，人道不懂啊。像学佛也有大福报啊，你没大福报学不到的，你在贵宝地你不精进没有福报的。有跟着佛啊，啊要一天当两天用的，没有人做得到的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这是修行呢，是一种精神上给大众讲突破，主要在进行。每天呢、啊、都能进展的，不一样的嘞。啊，所以这心平无波，则定啊，定义不受环境变化改变。反正是假生嘛，啊，都要受考验，好也考验，啊，不好也考验，都能心平。哇，那你见性很容易哦。像我现在，啊，心不动。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很多人做不到的。你越近啊啊，看得越清楚，而且自己能量越好。像我给大家学佛，能量越好哦。假如你站了也睡，坐了也睡，啊，静得不好，那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学佛能量很重要。我们现在还没开门呢，等开门，这么多人要医病，什么病啊，一大堆有，啊，哪有时间休息啊？没人懂。像我们的医病叫做科技的科技，啊，不是外来科技可以的，我们不用外来，啊，用灵性跟灵性的沟通。家里的冤亲在哪里啊？灵啊，在你身上啊。啊，你怎么生病？灵出来讲话了。现在排位都是你身上的灵出来讲话的。没有人懂啊。所以你啊，心不静，没办法静心的。像今天李师公也讲，香闻大王是比丘比丘大福报哦，啊，能够净化净化，啊，零污染，你们不得了啊！像今天看到的医嘱来讲，你看学医生，中医啊也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像你看我们跟阿弥陀佛学。佛是大医王啊，你在医病啊
啊，只要看他的眼神，一看到众生在哪里，很好医的嘞，只要自己改不改而已啦。啊，这里能够改，那就不得了啦。将来以前的中医来讲，啊，以前霍乱很多，我也看到很多故事，在大陆来讲，哦，很多，啊，他都进入了这个霍乱区啊，去医，后来也死了。其实大部分都是升天，啊，这个人怎么会在阴间呢？大部分都是升天的来，人家为众生啊，大部分升天的来，这是这个可能就修行了、啊。这个人道来讲就有偏呐、啊、偏差，啊，一点微细啊，天道跟人道就差很多。像你啊，没有心呢，啊，救人呢、啊，做不做不做，生意希望很简单的来。像现在我们也不要跟谁学，跟佛学就好了。啊，说心平无波则定。定则不受环境变化改变，这意思好像人家讲什么你都如如不动，啊，能够有真理，那你这个人呢要坚信就简单。但人道不懂啊，很多人不懂啊，啊，一讲就动，一讲就动，那我告诉你可不能坚信。像我给大众讲，这个香闻大法师叫做团体，他是一心的啦。像我也不能做主，我什么都要请教佛。因为佛是你的住持啊，我也是义工啊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。佛号不离心呐、啊，能令心平。心平无波则定，啊，定则不受环境变化改变啊。这个修行很重要。啊，只要你有定啊，你见性很快，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都接受，都改，只要自己改啦、啊。啊。像我们人体是假的嘞，主要是我们的主灵嘞，要把我们的灵性给提升啊。像现在比丘尼来讲，哎，跟佛学大医王的嘞，啊，人家有病你就可以访问的嘞，不能骗人的嘞。所以啊，阿弥陀佛号不离啊，心能令心平。啊，心啊，平啊，尤其经过大风大，嗯，像人道啊，早一点学佛，知足就成了啦。现在看到人呢、啊，啊，大风大浪，就是为了生活，很可怜的嘞，不懂。我想我们身体啊，啊很重要，开化，开化再进行。等你赚钱赚到生病了，那就来不及哦。假如你今天呢、啊、是正当的赚钱，啊，你身体还好。假如说你今天啊，为了这个生活跨越了啊，对。可以讲造业啦，那这事情很严重。你赚了钱不够，你发医生啦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像这个佛法，它是讲因果的嘞。像人呢、啊，越知足，这越长乐。你不知足，不能见性的。像我们修行呢，啊，越来越极静，啊，人家的心动
啊，人家啊，苗路路长能帮助人的。都有离别觉知的，它是一种自然。像我们三十二品里面讲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自由根本啊，自然观色常闻，都是自然的呗。所以越单纯越好，越干净越好。说心平啊，则尽是一种自然的涵养。明见眼前事，不动气，不动物。假如说你修行还喜欢生气跟动物，你冤亲债主会找到我。像现在佛也给我们提醒了，在相关大王四众地下一定知道因，因为佛在这里。假如你明知故犯，大部分给大众讲啊，你的旧病会复发。就好像什么叫旧病，人的生老病死你会排队下来，很现实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不学佛来讲，彻底改人道不好啊，人道不是就是不要来。像你看看现在冤鬼乱动，都人道变的了。像你讲人道，你从历史来看，都是啊，男众撞人前都是为女人的。从我认识看到三妻四妾，啊，从这历史来看，哪个下场好？只要你搞女人，大部分从内了，没人懂，当从去了，因为人懂，啊，很多人不懂的。而且现在很严重，都是梦中抓住。像我们也给这种修行来讲，把这时间给放下。啊，不管人家给你什么东西都不要。啊，也不要贪。假如你有贪婪啊，晚上人家给你一个贪，你就走进去你就被抓住了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千万不要贪污。像你说要去西方，啊，七情五欲不断，你怎么去？去不了的啦。啊，你只要有七情五欲啊，梦中就给你抓走了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哦，啊，你家身体开始在败，大部分是梦中抓走的。啊，经典有讲啊，佛讲佛开示的。像我们这里在教学给大众讲，啊，真正的放下啊，看不放下，对谁好？对你啦。啊，没有对谁好，你真的放下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不管啊，这能给你什么都不要，那我看你就赚到了。假如说你还有欲望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会被抓，没那么简单的啦。像我们是为什么要断贪嗔痴？哎，你再写一张呢，新的进来，都要超度的，说心平着，安定而后入无念。啊，像这个要修了，像我们啊，多听经，改。问题都出在自己，没出在别人身上。啊，你要越进化越进化，越找回自己。所以啊，执子作趣啊，真静无染，见之心无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呢，不能放下，啊。业报现前会干扰，真的。
人道哦要珍贵哦。啊，只要你不动机不动怒，这是佛法。啊，像我们哎一生气起来不得了，那不是佛法，那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像我们今天修行啊，给大众讲，人生百态要看清楚。啊，你能体会出啊，可贵你学佛都没有白学了。真的，像我给大家，主要我们要救自己啦，见性。啊，不管大或大难，啊，这些六字佛名抓紧，不动的。像我们为什么啊，这个贪嗔痴要断？你不断这个东西呀、啊。啊，你想往生会出问题的来。像我们人道来讲啊，一山比一山高，罪到了也是空的。像我们早一点学佛啊，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啊，一脚不一硬啊，找回啊，可以的。没人懂啊，像人家一直玩一直玩，到后来啊，每天空过，时间就浪费了，很可惜的嘞。像佛来讲啊，主要在静啊，不是安静的静，净土的静哦。真正的净是零污染的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不学佛来讲，啊，直直做去，真净无染，净自性。像给大众讲啊，你要心平，什么都看好，你就赚到了。像人道有没有大风大雨？哪有？是你心动大风大雨，啊，你这个性把你给害死。啊，只要你真的学佛，那个东西是骗人的啦。像常常我们要名跟利啊，啊，你看很笨的嘞，躺在床上都不起不来，还要名利干什么啊？没人懂。像我给大家这个名啊。啊，阿弥陀要有名啊，救度无边苦众生的嘞。今天没有佛，我们也不能跨越，都要跟佛学的嘞。好好跟佛学啊，冤亲债主不会干扰的啦。啊，你只要跟佛同心，想给大家。这世界最好的事业、啊、不老不病啊，不死，那个肉体会死，灵性不死，真的。而且你不老，像我的表法给大众看，三年就八十了啊，精神好，我不用睡午觉，我今天还下午还超度了。一有空就超度啊，很快乐的嘞。啊，像我们自己佛讲有这个法身，尽量去做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能救一个算一个，这是佛法啦。像我们学佛啊，啊，在原地踏步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已经都不能做主了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
阿都在追啊。啊，追求空的啦，始终都是追外相。啊，以追啊，与求外不在不一类，空虚不知停止，是真的。你看现在有钱人，我看太多了，每天穿得很漂亮，何去何从？不懂。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孩子啊，生命之中，世上多少外相，盲目梦幻之事，啊，于是更无真实。这句话很多人听不懂啊。假如说你今天啊身体不顾好，你身体就给人家用走了，那就是，啊。忙于梦幻之事，与心更无真实，给人家用走了。那用走怎么啊？怎么样子的？个性特别强，主观特别强，啊，什么事情就强，啊，强在前面。你这个不是你自己，你已经用走了，忙你的意。像给这种真的学佛谦虚谦卑的，没有人懂啊。所以佛在讲盲目梦幻中以心啊跟无真实，无真实就不是自己，说盲啊忘记本心啊，此便是事故。你身体给人家用错了，他造了业，你就要负责的嘞。那我们现在这里用都来得及，来不及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啊，只要你能抓住，抓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真理、宇宙准则、道德，你就赚到。不然给大众讲，现在人都不能做主的嘞，很难耶。而且主观又强，个性也强，损失很大的嘞啊！所以现在佛讲，先有真理的结义呀，啊，莫忘自心，与之增进真实。这句话，佛很慈悲，就是叫你顾这个心啊，啊，你的心啊，能够平，能够看好。像人体来讲，这个心很重要。啊，不然你不能见性的嘞。像我们用的自信，现在你的名字叫假名了，先用。啊，真的出来啊，才知道几世的名字都有了，没有人懂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真进真实哦。啊，能治人家百病哦，胖是人人啊，啊，人皆得以回心，莫再追求事成。像这个人道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人道没有大无报，学不了大法啦。像我们这里是大法。啊，你只要能够追求得到，你就上西方，而且快乐。像我们呢，真正跟着佛游戏人间啊，啊，能一个算一个，对自己也帮助很大，啊，所以佛在讲啊，追求啊，始终是最外向，啊，与求与啊与。以求以追以求外不同内，空虚不知停止。没人懂。
啊，现在的人有钱可不空虚，他害怕啊，我死掉去哪里？看到他朋友一个一直走了，啊，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哦，啊，所以给赵忠讲啊，事中啊都是罪外相，啊，以罪啊以求外不以内，所以空虚不知停止啊。说孩子啊，生命之中啊，世上多少外相，盲目梦放肆啊，与心更无真实。像这人体，我也给大众讲讲，主要在这心呢。啊，你能够修行啊，坐不坐，不坐不坐，不动。那我给大众讲啊，你要见性就非常快。啊，像给大众讲，人体害人很多的嘞，不懂。所以给大众讲，父母早一点学佛，孩子都能成长的。啊，父母也不会学佛，生了这么多，每个孩子都来受苦。我给大众讲，要听我。啊，你看看每个孩子在这里不是受苦吗？为了感情，哎呦，事情很严重。像这个世界，杀盗淫妄都有了，不懂啊，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啊。所以现有真理结义啊，莫忘自己，但是只增进真实啊。找回自己来，那你说真经容不容易？容易，只要你定心了，心要定啊，定心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只要你有戒，你就有定啊，又有定啊，就有慧，保持正念很重要。真的，所以啊，佛才讲啊，胖死人啊，皆得以回心，莫再追于世苦。加上你这时间家财万贯再多，再追求也是空的。像佛法教育很棒的嘞，啊。你真的相信自己啊，幸福，你心是定的啊。假如来我们贵宝地啊，一点都不信，那你就输了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觉得呀，啊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啊，自己的去做去，啊，这四种都是最外向。以啊，欲追欲求，外啊不以内，在空虚不知停止。这孩子生命之中啊，像现在很多人空虚的，不懂。像我们现在会看人，到底他是本人不是本人，看得很清楚的。没人懂，所以啊，盲语啊，梦幻之事，与心更直真真实啊。所以给大众讲，外来东西不要，看我们自己内在。所以这个心很重要。像现在在访问几个，哎呦。都是根深蒂固啊，而且都很自私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我就把自己给堵死了，没人懂。
像我给大众讲啊，忘记本心的词更是是苦，没救的，没人懂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解义很重要，活的心语很重要，活的开始很重要啊，每一段你要用心，都能尽心，没人懂啊。说胖死人呢，接着以回啊回心，莫在追事啊，是这个。很多人不懂的，没人懂啊。像我们也知道，像我道教是生死教育啊。像人呐、啊，要往生都有恐慌，往生带着听不懂，要死都有恐慌。啊，假如你今天来学佛，对自己信佛够，不用轮回再来。像现在我们很冤枉啊，主观都很强啊。很可惜的啦。啊，像我们、啊。看到这个世间一幕一幕，眼睛看得见的啊，情缘啊，业缘正障啊，啊，这个越多富足，能不能老啊？能老啊，你躺在床上，它就会萎缩。啊，因为我看的太多了，好像会缩水，很严重的。啊，假如你能够光光荣荣回西方，啊，恭喜大众。假如你现在还要靠着佛，啊，一定要佛救你，这是恶力啊。啊，一个啊佛力，一个自己，可以。像我们现在有孩子啊，啊，给大众讲，千万不要有情绪。孩子马上学，很快。啊，你好的不教，啊，他坏的学很快。给大众讲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情缘业缘增长啊，越多福气、情绪、习气啊、个性，诸多是自己学习。像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法不要学了，看你们现在世间法都学自私了，佛法是心量。假如说你一分一毫啊都计较，你也带不走，真的带不走啊，没人懂很重要的啊。像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如今何时关注，每天给你进行的关注了啊，每天你梦梦都在睡觉，那是暗处啦。每天可以进行的啦。像我们现在啊，问题这么多，给大家有没有意啊？有，只要你心停、心定，它不会动的啦。假如你还是啊，这个脾气不好，个性不好。啊，主观就强，那我看你身体好不了了。啊，不知清醒，很可惜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呢，没有听经不用懂，啊，听经就知道生命很可贵的嘞，真的非常可贵啊。
啊，你要拥有这宇宙之间很简单的。孩子啊，生命当自由决啊，生死教育自己以多事。家家们连你来出事啊，你要出事又被淘汰。啊，像我给大众讲，只要你会想七情五欲啊，你众生觉得很多。你看，整个都七情五欲啊，一大堆。没有人害我们的嘞，啊！所以孩子啊，生命当知有觉哦，生死教育于自己，宜多事，事事当行，爱是多。啊，佛讲的很技巧了。像我们现在来贵宝这学生死，没生死。可以的，没人懂啊！说事事担心啊，已经多啊，已经事多啊。当然，觉明啊，生死教育所说很重要，非常重要的。像你呢，我们这里贵宝地啊，叫做生死教育的。没事啊，灵性不生不灭的。像讲你不改啊，你身体有病痛啊，给大众讲要听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啊。像以前哪有一族往生，没有的，真的没有人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要听哦。生死啊，木木啊，这个情缘啊，啊业业，这个损失很大。啊，你只要有情缘呢、啊，你就有业。啊，人到哪里撇不清的啦。给大众讲很可怕的嘞。啊，所以情绪啊、习气、个性，诸多是自己学习。啊，如今何时光？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现在诸法实相打开了。啊，知道自己要真改。啊，假如说莫在啊明暗不知情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啊，佛讲，孩子生命当知有觉，生死教育之心已经多事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啊，都闻到大法没真修，没回西方，说事事当行已经多，当觉明啊，生死教育所说，难忘。所以给大家讲啊，佛法很棒的啊，改这个身而已啊，只要把灵性给提升啊，你能够改，给大家讲你就赚到了，没有人懂的。所以给大家讲啊，看好啊，心一好，像生意啊，有一致的，没人懂啊。所以笑口常开笑颜长，看好者心意好啊，苦苦啊助长人的心啊。你说战争可不可怕啊？都是人道造的，很可惜啊。啊，人道只能掌握自己，不用战争的来。像我们看到历史啊，很冤枉的，没有人懂的嘞。所以给大众讲这两年我讲的经啊，大家好好的听听啊，对自己啊帮助很大，能够。